来我们就要来看看是46岁的男星林志颖，他跨足的是赛车、歌坛还有影剧。当年呢，跟男星金城武、还有吴奇隆以及苏有朋受封是台湾四小天王，红遍大街小巷。而就在昨天，他脸书分享印有自己照片的电话卡。好，如果没有看过电话卡的朋友，您可能真的非常的年轻。我们看看这个电话卡，印有他年轻的照片，而且两张已经泛黄了，上头呢有他的照片，下方写的是林志颖四小天王。从曝光的照片哦，可见当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，可以说是小鲜肉一枚。他穿的是这个白色衬衫配红色背心，是他当年的打歌服。如今他已经46岁了，依旧非常年轻，保养得宜，外貌跟当年差不多，被大家说还真的是不老男神呢。看完男神，来看看女神吧。她是综艺天王吴宗宪的女儿 Sandy 吴珊如，凭着流利的口才拿下两座金钟主持人奖，深受观众喜爱。而她平时哦，除了主持节目，还有代言，同时还要写作。而她真的是超级忙。我们看看她的照片，穿着粉红色的套装，就坐在椅子上化妆，化到睡着了。而一旁的这个书画师哦，偷偷的来把他拍起来，来跟大家说他到底平时有多忙。他说真的很忙哎，平常要写作、要录影、要开会，甚至还要主持等等等，还要呢有自己的副业，经常分身乏术。他也体会到时间稍纵即逝，甚至也很感叹的写下说啊，我真的有很多事情想完成，可是时间好像真的不多，有一种时间来不及的感觉。看来他真的好忙哦，工作追求完美。